演电影的话，要演很抢眼的反派角色，需要一定的功力。我们来看看网友票选他们前十名，他们眼中演的最到位的反派有哪些？想打我？你这芝麻绿豆大的官想打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水师提督长官程大人的儿子？这一幕气的观众牙痒痒，在九品芝麻官中的常威坏事做尽。唐公子啊，要不泡壶好茶呀？讨厌归讨厌，不过常威还只是网友票选的十大反派角色当中的第三名，还有谁让人又爱又恨呢？ Why so serious?今年的反派角色非他莫属，虽然蝙蝠侠不断推陈出新，但似乎没有其他坏人能超越希斯莱杰。To them, you're just a freak. Like me. They need you right now. When they don't, they'll cast you out. 一下神经兮兮，一下又能讲出大道理。不过第一名不是小丑，是他。We were supposed to protect them.Eric, where were you, Charles? 亦正亦邪的角色，他就是 X 战警中的万磁王，凌空举起整座球场，原本是毁灭世界的敌人，却又成为拯救变种人的英雄，让大家爱骂又好爱看。网友选出十大反派，除了称霸前三的万磁王、小丑常威，还有伏地魔，而周星驰演的电影就占下至少三名，像是功夫的火云邪神，还有食神里的唐牛。当然能让网友这么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剧中使坏的模样真的好讨厌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反派们演技也绝对是猴腮雷。都是新闻传媒陈一卫在台北采访报道。